型的话，它就不好看。我喜欢五官好的，不用刘海的，就像那个谁一样，就像欧阳非凡一样，超赞，超赞。但是他那个长，他长大后就一眼的就不太漂亮，还是他那个。有很多选择，何必让自己又陷入这迷茫？少了你自己，忘了你自己，等待一个傻傻的距离。他的眼神刺痛寂寞心底最低防线，快告诉自己，其实也可以，没有他也不会哭哭啼啼。其实每一为什么大晚上有这么多人陪我看电影？平时看我直播也没有那么多人跟我说话。先看我的刘海，不要紧。不要，晚安，晚安。你知道萌妹子从来不嫌刘海。好，晚安。
我也从来不剪刘海，懂吗？体重点你还要看吗？三点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三点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今天我爸爸生日，我还得中午起床吃饭呢。但是我没有看到你说话呀，早见过了，什么见过？不需要为说看我聊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以前粉丝是见过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见呢。足以能证明你有很多选择，何必让自己呀？刚刚那是好吧，我是丑的，我是丑的，我并不承认我很漂亮。我是说男的，但是我是说男的中分很霸气，又帅气，就跟那个还带点小鲜肉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中分男生的话有很多就是那种霸气的，但是有些就是小鲜肉的感觉，所以我喜欢中分男生，那样感觉那样可以吧。做什么可以？做什么可以？愿意用你就不能精神一点怎么了？我真是有点花痴，但是我也没有做得很过分呐、啊，我也没有过，就跟他连天天不抱着你就好。就说我喜欢这种男生，然后我就天天抱着他睡觉，有什么意思？也没有啊。都没有那样子，我很矜持的好不好？虽然我很喜欢，好吧，看刘海是你今天就别想了，你今天就别想了。你可以考虑带一下我的粉丝群，我的粉丝群里面有我没有刘海的样子，我的粉丝群里面有我没有刘海的样子。如果你想看的话，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；如果不想看的，你就不要看。那我的粉丝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变成绿色了，因为我刚开始染的时候我们明明说我要个奶奶灰，我要个奶奶灰，然后再加点青色，就是加点青色嘛，结果是那个一整个这样，不过是镜头是这样，但是现实生活中看其实还是灰闷青。We'll be right back.